斯兰身边有两只超可爱的小奶猫，小灰灰胆子比较大，直接趴在了斯兰腿上，大黄黄比较害羞，就蹲在了斯兰身边。哎呀，他们都非常非常可爱，萌得我心都融化了。我稍微走近一点，小灰灰和大黄黄就跑到了斯兰背后，他们开始瑟瑟发抖。然后斯兰瞪了我一眼，抱着两只小猫回了他的公寓。唉，从此斯兰变成了有猫的人，而我再也不被允许走进斯兰的公寓。不过我并没有放弃，经过这半年来锲而不舍地给小灰灰和大黄黄送猫粮，他们已经允许我走进他们两米内了。小灰灰是闭着眼睛的，嘴要上翘一点，要更慵懒潇洒。大黄黄要站得直一点，尾巴要上翘，它的尾巴超可爱。我好像又听见了某人用奇怪的称呼来喊我家的小灰和大黄。你在画猫？小灰和大黄画得惟妙惟肖。还不是因为我指导的好。想来看看小灰和大黄吗？虽然他们长大了半岁，但还是很可爱。哎，我也要去。可以，但请与我家所有猫保持两米以上距离。肩上的是小灰，身边这只是后来收养的大灰，名字都是陈子涵取的。他说简单的名字比较好记。大黄在右边的猫架子里睡觉。左上的两只也是后来收养的，打哈欠的叫铃铛，趴着的叫棕毛。如果你要嫌弃这些名字土，罪魁祸首依旧是陈子涵。还是小学妹懂我。如果依着斯兰都叫什么 Laurentian Patrick Terence， 这谁记得住啊。Thank you.
大黄很害羞，你温柔一些。小学妹，这个下午真是太开心了。大黄、小灰、大灰、铃铛、棕毛，他们都健康又活泼，还跟你们玩得那么开心，嗯，真好。而且我今天悄悄将我和小灰灰的最短距离缩短到1.5米，他没有逃啊。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能摸到小灰灰，感受到它如丝绒般顺滑的猫毛。